请问进来了，现在几个人进来啦？八个人，十一个人 ，Hello， 好久没看到我自己植发，我最近都喜欢上绑头发了，我最近都绑了德鲁纳酒店，但是因为我今天化妆化太慢了，去洗头那个老板娘她下班了，没空帮我绑头发，所以我明天再去绑，今天先吹直。起凉，还可以报名剪发，可以啊，可以啊。Hello， 检查里，你们现在有53个人在看我，对不对？你们现在先帮我到我就是页面上有一个小弟弟的那个一个像太空人那个圣诞装扮的那一张照片，帮我点进去，帮我点个赞，好不好？帮小朋友点一个赞，好不好？拜托，他在冲比赛，他今天晚上12点就解绑了，他如果第一名的话，他那个画画教室会送他彩色笔，好不好？那请大家帮我帮他点个赞。Hello， 秋豪，浪子达人好，秋豪，久不见，可以吗？大家先出去直播间，然后去帮我的那个影片下面，不是影片，是照片，所有人现在有78个人在我直播间，那有73个人下去我的那个文章，有一个小弟弟，然后小弟弟的那个照片帮我点进去，不是点我赞，我是点小弟弟的照片，点进去帮他点个赞，好不好？希望大家帮我帮我文章有一个小弟弟的照片，帮我点他的照片点赞，好不好？我们现在帮他冲一下票数，虽然现在都在讲政治，新闻都在讲政治，但是我们要帮小弟弟点赞，好不好？80个人看我了，好开心哦！分享，我今天讲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哎 ，Wesker， 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想说可以帮，拜托帮我求求票，好不好？在我的 LINA 妮娜的粉专上面，我刚刚分享的小朋友的弟弟的照片，很可爱的弟弟照片，帮我点赞好不好？来，希望上面的所有朋友们都帮我点赞，我希望等下官播出去看到他的他的赞数，希望可以冲到，对，冲到看可不可以有500个赞，好不好？因为那个妈妈非常的用心，帮他打扮的非常，对，是13号帮我点赞啊，因为那个妈妈是我的女粉丝，好不好？所以我要帮她帮忙一下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妈妈非常的用心，因为她就是想要让她儿子得名嘛，然后她帮她打扮的非常的帅气，有没有？有太空装，但是其他人可能没什么造型，只是随便戴个帽子而已什么。可是妈妈是真的帮她就是打扮的非常的很用心，所以呢，就是我去我的文章。我刚刚分享的小弟弟的照片，点小弟弟的照片帮他点赞。我身体没有比较好，就是喉咙一直没什么声音啦，但是我这几天一直去吊点滴，我来试试看，因为我之前假音一直出不来，就是随便唱首歌，我把你画成花，我把你画成花，会开了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请记得我的爱。哎呦，反正我要办，我没有，不是我办，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妈妈非常的用心，就是帮她，就是帮她儿子打扮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第一名。他等一下，他12点就解绑，好不好？12点解绑就比战术。那现在，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战术现在是300多票，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上面再看我的宝宝们。好，现在有可能89个人。哎，罗丽云，哎，记得帮小弟弟点赞哦。今天才解绑。你看我夹这夹子，好可爱哦。自己讲。我很久没有植发了，
对，帮迪迪点赞，不是点我的赞哦，因为我觉得我发现粉丝们都点我的赞，可是其实没有点到迪迪的赞。迪迪的赞是要43号，井字号43号点进去，按他赞就对了。OK， 秋豪，你觉得我们会有机会再见面吗？秋豪，秋豪铁粉，妈妈你小声一点好不好？哎，你好，大家好。对，麻烦你了，检查里。然后礼拜天的话，礼拜天有预约剪头发的客人呢，就是记得要先转账给我好不好，我才帮你预留。什么容啊，我中间那个字我忘记了，之前你教过我但我忘记了，陈什么容。对，记得帮我点小弟弟的赞，知道吗？是很好，就是之前就是很多人预约，其实我很久没有剪那个不认识的客人，我都剪认识的啦。但是说如果你们网络上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给我剪头发，可是你们必须先转账给我。蓄容哦，哪是蓄，就你不要打扰我的讲话，你这样子我就是会忘记我要讲什么。妹，记得点弟弟赞，不点我赞啊，好吗？可爱小弟弟给他点个赞好不好？然后呢，因为太多人会晃点我了，常常会有粉丝跟我抢。 OK， 那是抢，那个字是念抢，谢谢 Frank。对，抢，对啊，你有到我直播间对不对？好，我讲了，就是说太多粉丝就是预约剪头发都会晃点我，那会浪费我太多时间，所以我要求说先转账好不好，先转账我帮你预留位置好不好，因为我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就是晃点我的那个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现在身体不好，我感冒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要做很多事情，我要直播，我要有时候通稿，有时候我要拍片，我又要做美发，有时候又要上钢琴课，所以真的很忙，所以我是挪时间去上班剪头发。希望大家如果有预约的，记得先转账给我，预留位置给你好不好。脾气很差，没有脾气很差，只是讲话比较大声一点，不然我沙哑。记得帮我点弟弟赞哦，我等一下关播之后，我要看到秀一段给爱丽丝，不会弹那一首歌，又不是检查里，对，每次我上班你都报到。帮我点弟弟赞，我弹一首歌给你们听。就大家，哎，我觉得我今天这样开播呢，哦，真的蛮多人来看，还快冲破100人来看我耶，真的蛮开心的。这角度可以吗？但我觉得突然间这样执法好不习惯。来一首画哦，我弹画，那你唱到我，虽然我会弹错，好不好？记得我弹画。顾星，好久不见，带什么金生那么正点说完吗？长荣，哎，我等一下会开秘密直播15606366，记得到我直播间来陪我，好不好？对。大家今天嘴都很甜的，我觉得最近我粉丝增加很多哎，然后大家都对我好好哦。来秀一段给你们听。
有没有点滴滴赞？有没有点文章？文章上面滴滴赞有没有？看，明杨明，你最乖，你第一个转账，你第一个转账。我跟你讲，为什么弹不好？因为我指甲长太长了，你知道吗？太久没有做指甲，指甲长长了。有没有有大家有没有去帮我刚刚分享的滴滴帮我点赞？滴滴点赞哦，点滴滴照片赞哦，有没有？有没有？记得哦，帮可爱的小滴滴点赞好不好？他这么努力，他的妈妈这么努力帮他打扮那么帅，希望他可以得到第一名，拿到礼物好不好？酒醉，阿斌，你想点我？啊，我谁？你是蛇丸，杨明你最乖了，还有我汇款还给我打什么三八女神？你说三八女神，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有情趣哦，真的都有按哦，记得哦。我希望我等一下关播的时候可以看到弟弟拿第一名哦。那你们现在帮我看弟弟现在几票好不好？可以帮我看一下吗？看我今天穿的可爱吗？今天一个气质风，对，我感冒很久，感冒快两个月了都没有好，然后就喉咙一直坏掉。再弹一首歌送给你们听，好不好？再弹一首歌送给你们听，但虽然我指甲太长了不方便弹琴，不过我还是试出我诚意。记得哎，帮我看下弟弟几票了好不好？
你是第一个，你是第一个，杨明，你是第一个会的，你最乖了。我穿的衣服像大肚婆，就是这个长版的简简单单的衣服嘛，搭个围巾就很好看呢，对不对？这样不行吗？大家有没有去帮弟弟点赞？小朋友，给小朋友一点信心好不好？心中也是第一嘛，你在我心中，我一直记得你啊。杨明是算老客户了，很配合的老客户，第一个转账，不是因为我，因为我跟今天跟上面预约的说要先转账，大家都有点不知道要，我他们说不能现场付吗？我当然知道可以现场付啊，可是重点是我是怕你没有来啊，对，没有来的话，那不就是占据一个时间了，对不对？就占据一个时间了，所以休闲也是很多人看呐、啊，对不对？473个赞了，赶快冲破500个赞，好不好？帮弟弟冲破500个赞，500个赞，好不好？12点就解绑了，拜托拜托，我帮小弟弟求票，因为他妈妈是我的粉丝，你看我也有女粉丝哎，都会帮女粉丝小朋友求票。我是很善良的人哎、欸，在24票就500票了，好，好像在竞选总统对不对？好，我跟你讲，杨敏，为什么我都不出去上班？是因为我真的，我这一两个月我感冒烧伤超级严重，真的，谢谢你们夸奖我的哦，赶快所有的粉丝们帮我。帮弟弟刷赞，刷弟弟的赞，好不好？不是刷我赞，刷他赞。帮我刷弟弟赞，好不好？拜托你们了。对，我是因为真的是怕被放鸟，才会想说先转账的，因为我真的不能浪费太多时间在美发店，因为我真的会累，因为我平常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了。知道吗？我们阿加西也在看，拜托，要预约的先转账好吗？先转账，先转账哈。谁先转就给谁位置，就是这样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抢位置，不然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剪。网络上很多人在怀疑我说。我是不是假的设计师？其实不是假的啦，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剪，好不好？刚才那一首，哪一首？还有，我跟你们讲，你看我2020年的牛排第一切，我都是为了你们支持我的人，我才切给你们看，对不对？因为你们喜欢看我这样，我就切给你们看。2020第一餐，对不对？我也是，因为喜欢我的粉丝喜欢这样看我，你们喜欢觉得这样的我很有乐趣，所以我就拍了这样的影片。现在影片不代表是我个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子。其实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钢琴音乐学音乐的女生，好不好？网络上很多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是很多就是会重播我的那个特辑啊，剪头发特辑啊什么的，什么新什么娱乐新闻的那种的、啊、然后就很多人就说诶，这设计师哪里还有在剪吗？我妈也很可爱，我妈帮我拍的。对，那你看你们都那么支持我，但是偏偏就是一定会有酸民会讨厌我，那我觉得那也没有关系，好不好？因为我就做我自己，我只做给你们喜欢我的人看，就是这样子。不然我也不是天天没事都穿的那么什么，穿那么少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也没有穿很少啊，那也是一般的那种长洋装而已啊。对啊，只是凑好死不死，就是可能比较有肉一点点，对不对？那你看我平常就是这么休闲，对不对？我平常就这么休闲。嗯，拜托大家看影片哦，可以用有色眼光去看，你也可以收藏，但是
你可以收藏，但是你不要太不要去酸民，不要太去执着这个影片，因为这影片只是完全就是娱乐大家而已，2020年娱乐大家而已，知道吗？好像变瘦，没有，其实我变胖，我怎么变瘦？来，大家记得哦，帮我按我刚刚分享的那个，先跳出去按那个影片，不是影片，是按滴滴的照片来标记43号滴滴那个太空小男孩，帮我点他的照片，给我点个赞哦。来，那个大家帮我刷一下文轩的话，我就是刷帮滴滴点球票，帮滴滴球票哦，好不好？对对对，只是。其实我觉得说不喜欢看我的人就不要看，但是如果说看了之后又要批评什么切牛排什么又切啊干嘛的啊，我不能吃牛排不能切牛排，我就这样嘛。我长得像杨晴，我有她这么漂亮吗？伯伦，你今天又擦，我今天又在喝了，对对对。记得公众人物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个表演家，好吗？我就是表演家，我可以拍很多的影片。阿童，阿童好，480票。昊天，昊天好，来帮我按下面滴滴的赞，按滴滴赞，滴滴照片编号43号，滴滴帮他点赞好不好？有吗？有点的人有乖哦，给你们一个爱心，啾咪，谢谢你们。哎，其实我开这个 FB 粉专直播，真的是大家很热情，很热情，你知道吗？就是都会陪我聊天。那我开咪咪直播，怎么大家都不来支持我？你们有没有下载咪咪直播？追踪15606636。好不好？可以听我唱歌啊，听我讲干话啊，对不对？有时候那个看直播也是一种娱乐嘛，像你们现在看直播也是一种娱乐，对不对？我刚刚那丢不丢哦？来。Thank you.
有没有帮弟弟点赞呢？现在弟弟几票了？大家现在弟弟几票了？我跟你讲，我真的我头发变很长哎！我刚刚洗完头还发现啊，我头发怎么长那么长都不知道。干嘛？对啊，我跟你讲，我跟你们所有粉丝讲，我个性就是非常的直的一个女生。非常直的女生，然后又不做作，但刚好又长得看起来让人很讨厌的，很多女生都讨厌我的型，但其实我是个好人，我都是做好事，我们都是做站在高处帮助大家，然后一起成长的，我都是帮助别人的，我的手心永远都是向下的，对，帮助朋友，帮助所有人，不然怎么会有女粉丝？对不对？我这穿搭，我这个就随便这样穿一下，然后出去就可以，就很好看，就搭上围巾就很好看了嘛。就随便，就是这样子，就搭个围巾就可以出门呢，对不对？你们说，是不是很好看呢？就随便搭个围巾嘛，这样怎么会像孕妇装？不会吧？对啊，就是这样，就我们简单。你需要，我需要你帮助什么帮助？我是巨蟹座的，我做自己。对，但我现在我就是不喜欢酸民，就是什么都要讲啊，就是网络上就是这网络世界就这么讨厌，我恨。你知道吗？就多少人，就是不要批评人家。其实我真的，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什么奇怪的影片啊，搞笑影片还是什么的，我都是留言，只会留言哈哈 哈， 哈，给予鼓励，但是不喜欢去怒骂我什么。对，包括我拿刀叉的问题，西餐礼仪这个问题，就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对啊，如果未来的另一半如果有嫌我拿刀叉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可以做改进。但是我跟我的家人吃饭，我爸爸妈妈都觉得我这样无所谓，所以 I don't fucking care， OK， 就没有差啊。我爸妈妈妈，我拿这个刀叉的问题你很在意吗？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听到，我们只是吃一个便宜的牛排而已，对不对？到底要把我逼成怎么样？没差嘛，对不对？但我的影片只是想要发给我喜欢我的粉丝们，你们喜欢看我，我就会一直拍一些影片啊，北南的影片啊，给你们看啊，是要让你们开心，而不是要让那一些那些人去就是去钻牛角尖的去挖我的一些小动作，说什么这个切法，什么这个西餐礼仪，拿叉子拿刀子看得很讨厌。弟弟是88赞啊，哦，还是在意刀叉，好，就是觉得说，我后来我还有用就是转个，其实我跟你讲我这个左手，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做美发做久了其实都有职业病，那这个手可能就真的比较没力，拿叉子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子把它定住，好吧？绝对不是说哦，平常握什么握太久，没有啦，我3年多没有交男朋友了，好吗？没有握东西握太久，没有这回事了。对，只要你们喜欢我的影片，我就会一直拍下去，好不好？来，刚进来的朋友们，记得帮我刚刚分享的那个帮弟弟点赞哦，好不好？对啊，检查里都没有管我了，大家很多人就一直批评我这个牛排的这个事情啊。我其实牛排，其实我跟你讲啦，我在拍这一次也其实很无聊，我自己也知道。第一次是被偷拍的，那是爆红，那没有关系。第二次也是我们自己拍好玩给大家看，因为粉丝喜欢看嘛。那这一次是因为2020年，对不对？新的一年我就拍给你们看，对不对？
拍给你们看，大家开心嘛，对不对？然后哎，2020第一叉，对不对？好开心哦！然后我去露营车，哎，大家也给我好多赞，我也好开心哦，真的。对，所以我礼拜天就去2020第一检嘛，对不对？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做，对，什么事情都要做，就是希望你们支持我，这样就够了。哦，我不想要看那一些人这样子留言的，这样好像自己很有智慧还干嘛，不然出来跟我尬钢琴好了，不要在那边讲那些批评我，对，不要说什么没教没，他说我没家教，妈妈说明都说我没家教啦，这样我妈妈会伤心，真的我妈妈好伤心哦，我妈妈常常，我妈是我的粉丝你知道吗，头号粉丝，连牛排的影片都是我妈妈帮我拍的，放轻松，对，我妈妈说那哪有什么啊，就开心就好，拍给大家看，大家看欢喜啊，那有差啊，身材就好啊，没要紧，给人看啊，没要紧啊，欸，我在拍影片的时候我妈妈帮我拍，我爸爸在我斜对面吃，他也没怎样啊，对啊，这没什么啊，对，只要你们挺我就够了好不好，谢谢啦，来最后再来一首歌就不弹了，因为已经11点了，弹男生爱的歌，孤芳之伞，对，都是假的，阿弥陀佛啊，希望大家都不要造口业啊，那些酸民还有那个图案都是卡通图的那些啊，不知道是怎样来哪里来厌世人哦，那可能是厌世集团那一种，对，真的是，对啊，如果他这么有 sense， 拜托你出来当公众人物好不好，对，真的有那么有 sense 的话，对不对，来出来，我们大家一起 PK， 我们看是要 PK 什么，对不对，我会的东西很多啦，还是能跟我 PK 剪头发可以啊，对不对，我这么的多才多艺被你们嫌到一个不行，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我这么有气质的女生，其实我现在是因为我沙哑，我讲话必须要大声，但是我是呼吁你们啊，就是说其实我的好脾气真的会，真的网络霸凌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可怕的，对，我爸爸妈妈非常支持我做的所有一切事情，因为我没有对不起所有人，因为我又很乖，都有每个月都有照顾家里照顾家里，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帮弟弟点赞哦，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真的是觉得妈妈帮小朋友打扮的非常用心，所以我觉得他值得拿这第一名，拿第一名的话那个画画教室会送小朋友一组蜡笔之类的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给他个鼓励，给他个加油，让小孩子画画，对不对哦，我们要支持，我们要做对的事情好不好，喜欢妮娜的朋友一定要支持妮娜，
就是这是你那，因为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我们给一点赞而已，又不要给钱，对不对？我们给他赞，他就可以得到第一名了。而且妈妈很用心，好不好？妈妈很用心哈。自卑，我每个晚上都怕黑，我只会问我自己为什么每个晚上我会这样掉眼泪。有没有帮迪迪点赞呢？快点，我正在帮迪迪求票数，好不好？大家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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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让他赶快赶快帮迪迪点赞，帮我下面那个文章帮迪迪点赞，他的照片点进去。按一个赞，不是点我下面那个赞哦，不是点妮娜赞哦，是点迪迪赞哦，好不好？帮我冲500票，好不好？拜托，拜托大家了，好不好？我知道，我知道，我在这，我知道我粉专上面真的是很多人都会看我的文章，看我的照片，但是呢，我要开直播跟你们讲，你们才会去点，因为人就要这样，希望我去提醒你，对不对？就我提醒你。再5个就到了，赶快拜托！还有没有拿5个帮弟弟点个赞呢？差5票，快点你们的小号都点进去哦，那我就照亮你的世界。我现在这样还不够亮吗？这样漂亮吗？欸，我这样出去会被笑吗？夹这样怎么样？3.8，夹这样出去会被笑，人家会不会像3.8？对，很多人都质疑我是。我不是设计师啊，但我真的是啊，那我做很多工作啦，因为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兴趣就是工作而已，兴趣就是工作。来，刚进来的朋友，刚进来的哥哥姐姐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请帮妮娜的那个刚刚发分享，刚刚我分享一个小弟弟像太空人的那个照片，帮弟弟点个赞呢，好不好？拜托，我一直讲一样的话，真的是很无聊。但是因为直播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再3个就500票了，拜托大家冲冲帮帮妮娜，好不好？也算是帮我的那一位女粉丝，她就是一直都很支持我。那个女粉丝是一个妈妈，她就是很支持妮娜，她也喜欢我的个性，然后就是她就会觉得说，因为她只能为她儿子做这一些，然后帮她打扮这样，然后让她圣诞节很有心这样子。可是就是觉得说，可能别的小朋友就只是随便戴一个圣诞帽而已，为什么赞数这么高？没关系，我说好。我帮你冲看看好不好？对啊，尽力尽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才可以帮他冲到票数。对啊，我就没有什么兴趣，我兴趣就是唱歌跳舞弹钢琴赚钱，就是这样子。喜欢赚钱是我的特色，他喜欢搞笑，喜欢开播就是我的工作。喜欢弹钢琴给你们听，你知道吗？对，那你们觉得我每拍的影片都不错吧？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给我加油，给弟弟加油，好不好？妈妈现在几个了？差3个哎，500到了，检查里，你说真的假的？
耶、yeah!，yes，好了好了，那我要下播了，真是的。你看，你看妮娜有没有人很好，还帮迪迪要赞。你看我是不是我是好人呢？我是好人，你知道吗？我常常在帮助别人，我从来我不做不对的事情，我都在帮助别人。其实认识我上面很多人都认识我，都知道我真的都做对的事情。讲到我都好喘啊！好啦，到500票了，那就先这样了。谢谢你们大家，我要关播了，没有声音可以讲了。谢谢哦，谢谢，感谢来观看我的所有粉丝们，谢谢。我不是拍人，你这是拍人，你是狼人哦。杨明，你最乖，你第一个转账，感谢你们支持我，好不好？啊，可以介绍你们的朋友啊，然后来支持妮娜，好不好？来点我赞也可以，来追踪我，对啊，因为我不是什么 gay 掰女啦，我绝对不是什么 gay 掰女啦，对啊，那如果看我演出什么比较三三八八，那个都是因为戏剧效果，好不好？戏剧效果才这么做的，不然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钢琴女孩，我妈妈都笑我了，妈妈，我是不是很有气质的钢琴女孩？我是吧，是对，我妈说对，我妈妈作证哦，对啊，我明明就是一个很有气质的钢琴女孩，好，请拜托酸民不要批评我 ，OK， 然后你们要支持我，酸民讲我的时候，你们要帮我说话，你们要说，我认识的妮娜不是这样，非心地，妮娜非心地非常的。娱乐大家而已，开心而已，好不好？我不然没事干嘛拍这么白痴影片给大家看，对不对？开开心心。对，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每天都很开心，好不好？跟我一样，漂漂亮亮过日子哦。好，大家拜拜，今天直播到这里。迪迪有到500票，我很开心了。好，我们赢定了 ，OK， 拜拜，大家再见啦。